我的病人来，如果他今天他有虫，我真的认定他有虫，他没有买药膏回去，我会难过，我难过，我会担心，因为他今天来看了我之后，他没有获得他最实际的意义，就是他没有得到治疗。因为这个药物它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，因为它是 underdiagnosed， 很多的病灶是你如果没有仔细的去看，你并不知道说哦，这个其实是 demodicosis， 然后你给他一个好简单的药，你又可以帮助到你的病人。很多大家已经会看了，有一些是很不像的，但是它虫好多，然后我们擦一擦药，它的病灶就会好。这个病人大家会想到说它是 demodicosis 吗？这一个地方它非常的 boggy，然后它的那个毛孔就是整个都是，就除了那个就是那个 infundibulum 的地方，它其他都是 bulge out， 然后那个花花的咖啡色咖啡色的，这个虫都超多的。然后这种女人一定会出现在医美里面，然后她就跟你讲说她皮肤好干哦，擦什么保养品都不吸收，叮叮叮叮叮，这个就是她有虫，赶快去抓这样子。这个大家觉得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光老化。他才20岁，然后你看哦，20几岁啊，这边有很多细纹，然后没怎么样啊，没有长痘痘啊，粉刺一堆啦，吼，但是就也没什么啊，然后也不红哦，然后皮肤暗暗的哦，哎，这种病人超多，然后他们超困扰，这个大家会想要虫吗？这些都是虫超多的案例，它都藏在这里，就是 high sebum output， 然后你去挤，里面全部都是，你看颜色又改变了，这颜色，你看皮肤的颜色。3个月而已哦，三个月，对，他们觉得他们皮肤不好，然后所以他们都上很厚的妆，然后那个妆呢又不服帖，然后我老是骂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子，把虫把它杀掉，你看皮肤颜色，然后你看那个额头的粉刺，他当然还是擦了一些 A 酸，让它代谢掉，清了一些粉刺，再看一次哦，这些病人清一色都是一样的，你看到这样子的皮肤状况，有没有很像？咖啡色的，然后皮肤有点红红的 ，partial papules， 然后 comedones， 然后你看这个，这些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又一样的皮肤，这个也是嘛，虫超多，这就是跟痘痘很有关系。有 demodicosis 的病人，绝大部分都是 oily skin， 然后他可能之前他是有痘痘的。然后痘痘之后转成 rosacea， 然后 associated with demodicosis。有些医生不认同，但是我的病人都是痘痘跟痘疤的病人。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selection bias。痘痘跟酒糟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 spectrum。glandular rosacea 跟痘痘，我觉得是相关的啦。也有可能是 demodex 所引起的 rosacea。如果说今天这个病人的症状是因为 demodicosis， 我并不会称这个病人他是酒糟。这酒糟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垃圾桶诊断。我的病人清一色就是 demodicosis， 然后我治疗好了之后，他就没有酒糟了。这个到底是酒糟吗？酒糟是教科书上面写说，它就是 inflammation unknown cause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。应该陆续应该会有很多 paper 出来讨论这件事情。好，最后考大家，没有红的。很油嘛，虫超多，没有红。还有一个哦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就难了。他皮肤没有很红哦。然后这个病人是我在帮他打眼周玻尿酸跟肉毒的时候，然后我怎么看我就觉得他额头，大家看一下他额头好了，跟这边，然后我怎么看我就觉得说这虫太多了，我就跟我跟诊的护理师，我就想说你帮他验一下虫，然后就去抓，里面超多超多的。它症状都是一样，我的保养品不吸收，我的皮肤好干，我皮肤会痒，然后我觉得我皮肤很敏感，擦什么东西都吸收不进去。它绝对是油性肌肤，因为它的毛孔这么粗大，可是它皮肤为什么会干？它来除斑，然后我怎么看它有虫的，而且很多，它的额头就是那个感觉。然后他的那个皮肤很暗，所以我才说今天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擦，因为他会变白，他还是感谢你，他还是谢谢你。然后因为他来是除斑嘛，他就是要白嘛。这个病人来治疗干斑的，为什么会想到有虫？是因为一样，他是他的额头。你干斑，你在打雷射之前，你要把它的虫降下来，因为干斑我认为是跟 chronic inflammation 有关系，所以如果 demodicosis 造成 chronic inflammation， 你的干斑是不会降太多，
Demodex 还是一定要杀掉。然后这个是肝斑的病人，好，虫也是很多，一样。你看他额头，那个额头又来了。这个擦药跟打雷射，如果我没有把虫杀掉，效果没有办法太好。这个一样哦，你看那个额头，看到没有？那额头超典型的。因为不是有些人会开始变重吗？欸，我觉得不常发生。上网查多就变重，其实比例上应该是很低。我觉得比例上根本不高，只是 有变重才会上网想 PO。 对对，所以才被看到的。对对，会变干，会脱屑。舒妮达的话，很多人都会误解说你擦了之后皮肤会很油，这是会的，只有第一条。所以有六成的话擦是油，四成会擦是干。那我今天 presentation 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们要再擦，他应该再继续擦吧？他要再擦。有没有看到？超多的哦，有些蛮丑，看一下。谢谢大家。哦，很多啊，哇哦。